我是雅恩。那我这一次要跟大家讨论的是日本和韩国的演艺圈在最近这一段防疫期间所举办的线上演唱会的比较。好，那首先是日本的部分。那因为政府希望大家在这一段防疫的期间不要随便外出，所以就定了一个字数，希望大家都待在家里那样子。那唱片公司也为了配合这个政策，所以很难得的把以前的一些 live 的画面都把它放在 YouTube 上面。那这里特别要提到就是那个蓝阿拉西的部分。那因为以往杰尼斯对于这种网络的部分就是比较弱，那阿拉西好不容易开了一个 YouTube 的那个频道，那其实也有在做一些在上面有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比如说读绘本这一类的事情。那也为了配合这一段自述期间，希望一姐那个没有办法跟粉丝见到面的遗憾，所以他们特地把以往的一些那个演唱会的画面把它放在 YouTube 上面。那还写了期间限定，就是让不管是粉丝还是路人都能够看的一些画面这样子。那除了演唱会之外呢，阿拉西这次还把蓝学，就是蓝学校的一个简称，然后把它放在网络上变成线上授课这样子。那以往在疫情之前，他们是会在大概这一段时间到每个就是日本全国的比较大的几个点，然后举办一个由分别有五个成员做一些特殊的教学，比如说做实验啊，还是做一些其他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比较不是演唱会的性质。那因为他们这个算是 也很难得有人做这一类的分享，所以也受到很大的好评那样子。那因为今年没有办法把粉丝聚集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企划，所以他们特别利用他们的官网，然后做一个收费，然后粉丝缴了钱之后就可以上官网的那个平台去看他们的教学这样子。好，那据我观察，就是日本的在这一部分，就是在网络互动的部分还是比较弱，那主要还是以播放过去的那个 live 的画面为主。只有少数艺人是真的有在就是在家里透过连线做一个简单的 live 这样子。那这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因为其实以现在网络这么发达的部分来讲，如果无法见面的话，那你又没有办法利用网络的优势下去做这样子的活动的话，其实粉丝也会觉得很无趣。那虽然会有一些以前的画面可以回味，但是毕竟没有新的东西可以呈现给大家，那这一点也是比较可惜的地方。那再来是韩国的部分。那韩国因为他们本身就有一个影音平台叫 VLIFE， 那只要你有想要看哪一个韩团，你就可以去订阅看他们免费的频道，还是甚至有推出一些比较像会员的方案这样子。那目前我看过的就是有一些艺人会利用这一段时间，就是在家里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然后就是把它录影之后播出，比如说做一些简单的 DIY 啊，然后做完之后可以透过关卡送给粉丝这样子，那这也是蛮特别的这样子。
那至于演唱会的部分，其实韩国在这一部分也是比较用心的。那他们也会就是透过我刚说的那个 VLIVE 的那个平台设立一个特殊的会员制度，就是你只要付了费用就可以看他们的线上 live 这样子，而且完全不是把以前的影像拿出来播，而是真的去借了一个场地，然后有所布置，然后把一些新的企划把它拿出来做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一部分真的是蛮用心的。好，那说到这一段疫情期间办演唱会办得很用心的，就不得不说到五月天。那其实他们这一次的筹划也是非常的紧急，那据他们所说是在一个月的时间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节目那样子。那其实以我这样子的路人来看，虽然只有一个多小时，但是我觉得做的真的是诚意满分，而且那个整个氛围是有受到感动的这样子。那我是不知道其他的台湾歌手是怎么做的，但是至少以我看到五月天，我是觉得他们这一次的虽然说是突袭的演唱会，但是真的是做得很不错这样子。好，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主题的感觉如何呢？那其实就算现在台湾的状况比较稳定了，但是其实在我们周围的一些国家还是比较严重的状态。那其实大家也就是稍微忍耐一下，那如果想要出去玩，就是可以去到郊外的地方欣赏台湾的美景啊，然后也能够顺便促进台湾的观光这样子。好，那今天的讨论就到这样子，下次再见咯，拜拜。